好，欢迎回来。刚才为您讲解的那盘李哲对，那个米玉婷的那盘棋呢，是最后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两个人大战了300多手，然后呢是直白的米玉婷是中盘战胜李哲，看来那棋就没有收官，就和平收到最后。对，你肯定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六目或者七目的样子，然后这个李哲。不知道是最后是打劫还是什么奋起，可能是要不他就数清楚哈，也可能就认了，也有那个可能。好，那么接下来为您讲解的这盘对局呢，是一盘主将之战，是由西安曲江队的外援主将这个崔哲汉九段对阵山东景之酒业队的主将周瑞阳九段。这两位棋手最近啊状态都挺好。好，那我们赶紧来看棋吧。这盘棋手数挺多的。现在这个对角型布局很少见啊。这个两个都是力战型的棋手，崔哲汉和那个周瑞阳啊。当然，首先是那个崔哲汉下出了对角。对。这个是周瑞阳直白。直白。崔哲汉直黑。先出角。尖冲。爬一个。尖冲完了之后。对。接着。这个叫做大谢定式，这步棋是有一定预谋的，有预谋的。好像这步棋很多时候都是用来引征的，对，似乎是这样的。是，我们现在马上就通过这个大谢定式就能看出哈，靠，争执为什么有利，它就有。然后他搬这个，对，长一个黑棋长，这是跟争执就有点关系，你要打它疼。可能就要被冲断了哦，就直接冲断是吧，这个就有点搞不清楚，这白棋就有点玄乎，应该说是打吃立下去。我们看个最简单的变化，就别的什么都不看，挡下去。现在争子正好是引着了，是吗？对，那肯定这个正好引着了，对，这合适。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是精心设置的一个下法了，对，先冲，所以再下个大斜，确实是很有预谋的哈。对，当然作为白棋来说是有一些选择，比方说这个地方不压出来小尖啊，它可以回避这种下法。对啊，这小尖的人也蛮多的，下尖这个是吧？大斜的时候就尖这，对，小尖，然后你走它就搬虎这个，多爬多爬两下跳出去，再爬，下成这样，对，再爬，然后再跳出去，下成这样。这样捞取实地，但黑棋可能会转身到这边走一手，拆一个吧，在这一带，拆一手，随便摆一个，对，那么像是白棋再过来，但这是另外一盘棋了，对，这个这样下法是蛮多的，我觉得反正双方都可接受吧，不知道为什么周瑞阳没有选择这个下法，他可能不太喜欢这个局面。对，那么走这个呢，这你看明摆的，他对方是争执有利，这感觉这个局部呢是。不是很理想，稍亏一点。哎，我觉得稍亏一点，你走被他爬进去了，这很难受。这个脚背夺走，这个白棋还挺难下。是的。然后白棋倒尖一个，这个棋形是在这儿。被人家立下来，这个感觉这个棋怎么二路去走了一个，总觉得怪怪的，下成这样。我觉得这个定式好像觉得本来这个都是一种定式，对不对？白棋可以走一下，对那么等于是白棋没事，这个定式都不是白棋特别舒服的定式哈。等于他再弯一手，但黑棋这个尝试稍微差点，但总比你这个强。这个我们就倒过来分析，然后黑棋再拆。首先你也没夹住他，同时你跑到二路去，就是说从这个分析上来说的话，我认为白棋是吃了亏的了。是，这白棋能不能除了这个尖，它有别的下法吗？比如说这就数实地呗，它比如底下搬你一下，你怎么办？你的上是这样，这个也是一个定式。对，它冲一下，冲一下只能挡住，还得把你这个提了，你就很亏损是吧？觉得对，亏损被黑棋提了一个，一人提一个，黑棋在这打个比方，在这一带小飞大飞之类守个角。可能这个棋形以前也有这个类似的定式出现，但是现在的概念就觉得这个定式白棋亏了，肯定是亏。对，而且这个棋形呢，你虽然是提了一个子，但是人家有可能对你这块棋将来会有一些威胁的，依然，并不是活得很干净。对，是亏损了。所以说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周瑞阳在这个定式选择上感觉好像是稍亏了一些，亏了一点。嗯，菜大旗虎这个，啊、对那个不走要被立下来，高到人家立下去的话，你这整体都不活。对。那这个定式实在是完成的太失败了。哎，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先比方攻击他，嗯，夹击他，这个就积极一点。哎，如果你出来，他再搬。对，反正也是要回到那儿去的，这只是交换两个人。但是走这儿，他是不是担心人家把这个立了？啊，有可能。有可能你还得后手联络。这联络也不是很安全。一旦真子有力，不是还是有靠断？靠断就是。所以说他不一定走得到，嗯、这样呢在局部可能会落后手。对，所以说白棋选的这个是，收根立就是什么，把自己先安地生根，就地生根。是的，他补一手，那么飞一个在这儿。嗯，白棋呢就抢到宝贵的先手，走这边啊。因为这个挂的方向非常好。对。就总算是赶紧抢占了一个大场，不然的话这局面有可能就要落后了。他拆在星位的，他是哦，拆在星位。对，这样这个子是有可能亏，但也不一定亏。他这个棋在这砰砰弄弄的，对，他这个尖冲也有他的用处。对，这尖冲呢就是这样的，就考验一下白棋，你是爬底下还是贴起来。嗯，如果贴起来呢，显然这边会厚一点，但是这边呢以后比如说他这有子的话，他不一定长，甚至有可能贴下来为空。但是你爬这边呢，这个空是好一点，这边他就往这边拆的，因为你是个硬头嘛，拆过来就不舒服，但是这儿就有个靠了。嗯，这种棋形是黑棋也守个角，下的都平稳的，在这都很扎实。嗯，接着白棋又下了一波，对，他这个扳有点坚实，有点过于坚实的感觉。这棋怎么也得想走到这种地方了，对不对？走到这儿都觉得，他都走了一走了，都走这儿实际上也可以。他可能有点不舒服的，觉得被人跳一下。我觉得我就是想让他跳出来，我要知道他跳出来，我保准走这儿。走到这儿，他跳起来还松一点，我就是要走得紧一点。就等着你跳是吧？啊，我要攻击他容易啊，对不对？我拆起来也宽松啊。嗯。你看走到这儿，他跳，我走到这儿顶的还有点紧，离他这两个子的还远一点，攻击力还不强。这样将来这种跳起来，就算普通跳起来，你看这个黑棋就进入到包围圈当中。对。那从布局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白棋应该主动一点了，他怎么还这么沉着了？搬在这儿啊，这样让黑棋抢占这个好点，太大了。看来最近棋下的有点太顺了，是不是觉得这棋怎么下都能赢了？然后再碰进去，从这个地方杀入，这种，不太好评，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这种直接就给他碰进作战，有点类似于让子棋的感觉哈。当然他现在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太多的好点和大点了，那就正因为他把这个放弃掉了而去过于纠缠，但他力量是很大的。就作为一样总体来说这个这个是对呀、周瑞阳对这个崔泽汉，崔泽汉黑崔泽汉是黑、崔泽汉也是毒蛇啊。崔泽汉的他的那个力量也是相当大的。嗯，啊，碰了再一场啊。是的。接上。拐出来。嗯。总体来说，总觉得白棋的招法不是很连贯。嗯。啊，这个布局的这个配置啊，没有下很多的功夫在里面，就给人这样的感觉。是，感觉这个沉甸甸的跑出去，跟着这一跳，啊，再马上还有这种挖断的可能性，马上就要挖断了，还得补。补之前先刺一下，还想等你接上以后他再来补。再补这个，对，这个好像有点太理想化。对，你要单走了，这个得被他刺一下。嗯，以后这下刺就刺不着了。对，就肯定刺不着。没想到人家还是走这儿，你也不敢冲。嗯，白棋虎。白棋虎。嗯。飞出来，嗯，然后跨一个，冲，断掉，刺一个，接上。那他等于说这下刺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他本来想让人家接上，然后他虎过去了。啊，
对，这个他的刺一个人员，人家还是挡在这儿了。他也许他就觉得要后刺的话，也许被他刺的还有可能还压到上面，他觉得这个可能也许稍便宜一点，也许啊，那不好说。打接上，然后护一个。对，因为什么不好说？因为本来你可以刺底下的，对不对？这下去吃黑棋这两个之中，你这一走，那两个你就没什么太多想法了。对，所以损在先。没错，我也觉得这下损在先，这个没把握啊。对，你不管说以后，如果说假如说争子有利，你能挤断他，这挤也好像有点下不出手。你即使挤断他，你又能怎么样呢？人家这底下都能活。对，击打。对，这个黑棋也是很顽强啊。不过断掉，排吃。尖顶一个，嗯，紧抓气是，哎，这个地方嘛，肯定是白棋是首先不能死了，白棋死了那就结束战斗啊，这棋就不用下了。哎，他这棋筋不能被吃通吧？哎，不能吃通。嗯、现在就是白棋能把黑棋吃掉了，现在是，他现在这么靠好，哎，这个是好。因为他紧住气，你要想延气得到更多的便宜，你得先多送死一手，比直接单加要漂亮。直接单加吃四个，你现在吃五个，就眼见着差一个子方。当然，除了差这一个子两个子，其他外面还差好多呢。外面又差了啊，两三个子、嗯。你本来只能是这样的，这样，你现在到这儿了，就明显差一路了，至少这个高度已经差好多了。好，这倒是战斗很精彩，也很激烈。对啊，似乎是把黑棋的棋筋也吃掉了。我还没看明白，这吃掉了。吃掉了，你看，你我打吃呢？你打吃吗？嗯，对，他打这个。哦，他打在这儿。你不能打这个，打这个被他一扑，一扑就出问题了。那就是接不归了，接都接不上。他先打这个。嗯。那么，你如果还想来扑，你一扑还一。他一提、哎、这个就来不及了，他这是带响了，他提这儿、嗯、啊，对，你不能这么吃，虽然这个子也能逃跑，但这个要不你这个被抓了，这个吃通了，这不行、嗯、这不可不取这个变化。对，所以他忍一下。嗯，那么黑棋将来还有一些逃跑的手段、嗯、而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么来的。这么来的话，如果只是吃掉这一小颗，白棋的战果还是相当大。对，白棋这个很厚啊，而且这个、就是、你这能进来吗？大概也就上面能浅消一下，你进来的话必死无疑，我觉得。对，那是所以说黑棋放到这儿，将来还有这个出动的手段、嗯、我们待会儿再看。哦，现在黑棋就先搁那儿了，他不走了。黑棋是这么围的一手。哦，棋下的太有特点了、嗯、你看得很保守啊，他就往小的围，而不是往中间跳啊、嗯、通常呢我们是往上直接走的，这种考虑比较多一点、嗯、一方面扩张自己，另一方面多压缩对方。对呀、啊，啊，但是他、嗯、啊，那他这儿就算是就这么就死了。对，他就算死了，那是不是有点惨了、啊、这个、啊、他这儿当然还有逃跑、哦、还有一些手段是吧？对，他就正因为在这个地方要折腾你，但是你说我补一手可以，你补一手以后他再补一手，嗯，你就这一方一小方块还那么一大方块，你当然你就没有心情去补。对，所以说他为什么走得小一点，走得小他不嫌小，你就围这一块，那我围这一块，我们那个旗鼓相当、嗯、然后我这个脚比你还加上这个边比你别的都大，嗯，我就已经有优势了，嗯，所以他料准你肯定要进来，那么我这个地方对你威胁要大一点。你估计肯定得进，这个太大了，被人家围上、哎。他是这么估计，应该是要进的。嗯、果然是进、哎，果然也进来了，在这儿。哎、拆一，套一个护起来，长。搬一个，断掉。就一串往那边跑出去。嗯、这个地方双方都下得非常紧凑，这有点眼花缭乱哈。对，看起来。看确实有点眼花缭乱。嗯，不过这个白棋这块棋倒是不用担心，因为它即使它搬住，它也是活的脚上，反正一拐就能活了。啊。就算你这儿排一排也没什么用，大概是。对。
啊，这种状况。哎，所以说黑棋立马就把它弄断了，我也得觉得有点急似的。断在这儿是吧？现在白棋靠出来，靠啊，在这一带腾挪。嗯嗯。他再翻吃，如果长呢，他就这样打出来吧。对，打出来以后，这个黑棋这个子就受伤了。对，所以还补一手。嗯，白棋也补一手。对。那下成这样了，那这个白棋的进入是不是还算比较成功的？可以，他就是这儿挖了一下，但是黑棋这个地方送了一手，嗯，各有所得吧，可以只能这么说。这个子如果你不抓的话，我一会儿就尝出来。对呀、啊，尝出去还挺讨厌了，比如说这儿挖了一个，黑棋打的方向对不对？咱们还得只能考量了哈、嗯，有可能打这边啊。对，当然黑棋这儿多跳了一手绝仙的话，就相当于跳了一手。嗯，那么将来在这个地方破空的时候，或者是打。嗯，可能会有一些小帮助。对啊，接下来他可能就会在这边动手了。现在我们本来说中央提花30亩、啊、这个说法已经过时了、啊、尤其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你提一个花、嗯、完全没有30亩、嗯、而且对人家这儿这么厚的地儿，你自己提一个没什么用，所以就别提了。对，嗯，那么逃跑，这个是他蓄谋已久或者是待望已久的一个冲策断。踢掉，嗯，啊，他也被踢掉，哦，这一带还是有一些招法存在的啊，长，嗯，那么这个地方立马可以这么扑，对，打劫，但这个打劫自身也很危险，所以说黑棋不敢，他先藏出来、嗯，这个白棋也很难做选择，你如果想干干净净接上，吃得干净，嗯，但是黑棋这个拐先手。他活得也很干净，很容易就做活。对，所以白棋又不肯，白棋很顽强的接到这儿。实际上这个地方还留有一个炸弹，没错、啊、是的，还有打劫，所以说这个时候黑棋行棋就很舒畅、嗯、白棋畏手畏脚，稍微不注意哪个地方搞事儿大了，他就给你两个打这个打这个大劫。对，所以你看黑棋的招法紧接着都是碰，这个时候就要跟他俩纠缠了、嗯、越靠得近越好。刚才我想、啊、白棋这棋能不能比如说先搬他一下怎么样、嗯、您觉得你这个时候搬，这个时候搬你是不是直接要跟我开劫呀、啊、不会吧、嗯、不，你搬他不要了、哦、他不要了，你是可以搬，就跟这个接比的话你可以考虑搬。对，我搬这个是不是补得好一点、哎、可以，是你要补这个跟补这个这两个都很难受。对对对，我补哪儿都难受。但你补这个呢好的也有限，他拐你、哎，你要从攻击他的角度来说，你应该双，而也不是往后退，对不对？对。那你要双到你这个区域也没有紧张，他将来这儿还该怎么走怎么走，啊。我大概最干净的走法就接在这儿，哎、因为接在这儿你眼见有个长啊、嗯，什么都是先手，长和拍吃都是先手，接在这儿至少你没那么多先手了。对。但是你也吃不掉，就是说稍微好一点，嗯、因为这个团也先手是吧，打也先手，那这黑棋一拐头，这很容易就做活了。嗯、实际上白棋就吃掉这五颗子，加上这一颗。原来这个长出来有这么多厉害的招法哈、啊，所以看来白棋要补一个挺大的，刚才补一个也挺大，是来不及没空，怎么还就怕黑棋继续来围，这个白黑棋也挺大，所以它小一点还容易收紧，是撑得太大你两手封不住，这大飞让人家再走一个你再进入的话、啊、就有点胆子有点大了。是啊，现在黑棋哎走了以后呢，白棋顽强的接到这儿，这个劫他料定你不敢立马开，嗯，现在黑棋来说白了也是在腾挪找劫财，制造劫财叫做。刚才我们还说这个棋形你爬在底下、嗯、人家就有这个靠的手法、哎嗯、打个比方你来搬好、嗯、他就最来劲了，咔嚓先闭着、嗯、我们叫做闭着眼睛先给你断了、嗯、必然会产生一两个劫财，嗯，这一个劫他就快把你打晕了哈，把你打帮你走，他已经很厉害，两个劫财就把你打死了、嗯、肯定的。这走到这儿打入，然后黑棋搬一下，对对，白棋长再搬这个冲挡住踢掉，嗯，打住他下成这样。总体来说黑棋的棋形还是比较有弹性，不太容易攻击。对这个、嗯、
黑棋就是比较简单的逃跑在这儿，他没有深究在制造劫财给你威胁你这个打劫。但是在这一带，我觉得白棋要在时控上要追一追了，要不然的话，你就吃掉这五个子，不就十多目棋吗？这三个子一旦被抓出来的话，你能眼见的空就这点，这都眼，这不是目。对，没有目。黑棋的这块空，对，这条边，这个角，这都很大，每个地方都有15目到20目左右的空以上。那白棋就没有，白棋翻吃在这儿，提提你看，再拍吃一下，接上，补住，然后再冲，接上，接住，这一冲呢就冲的有点，我们叫做神经有点麻痹了，叫做难受，不知道应该怎么硬，因为这个地方很显然有个端。我断了，你可以解。就是劫财嘛，咔嚓，指纹一大堆，好多劫财了。是。你又不能自己去没事沾一个，这个就白白损一手棋，这就是有劫下起来，就是相当于有把刀老搁到你边上，那随时要威胁你下棋，他就强硬了。是的。那白棋最终肯定还会补棋，就是这个扳应该是。哦，扳了是吧？他是。扳。也是搬到这儿，对这个，因为他不补的不走的话，虽然上面只有两口气，人家一扑一打吃，这立马要你命了，这一口气就叫吃了。哎呀，搬在那儿，又补了一个，等于说在那儿，黑棋断打，对，那是后手，那四个子无关紧要，反正是。那么这个地方，如果你要长出来呢，就比较复杂了。那么由于这个黑棋底下断是先手，我们看一下。断两下，打两下，踢掉，然后跳出来。对，这个地方压也是先手，是吧？压下这里是真掉你了哈，真的要把你吃了。这个压先手啊，居然是。你要是比方走到这儿，他一跳出来，这个黑棋就。可能白棋就危险，但你可能也有些强烈的折法，但你争不掉他，对啊，他就是这样跳出来，你那也麻烦，他就会这么打下来，他大概可以压一下，打不下来，单压这个，单压这个是说不定是救命的招法，大概是赎金，看起来不太容易这看到哈，但反正挺危险，你是说黑棋只要做活，可能还是有手段的，不太容易，确实，所以说这个白棋。是有点怕，不敢逃跑，先护住，护住，他也挡住。那么这个地方，白棋长出来，长出来，对，他再交换一下，刚才那种手段就不成立了。已经先把这个打吃跳回去的手段给你消除掉了。他先压，压这个。压这个，你说你不能退，只要是他一压，一退这个，刚才打了以后一样的可以靠到这个地方。他就必须要扳住才有的站，所以说他现在在做手段，不让你扳得住啊。对。他先不损，这黑棋先不损，现在白棋也不敢走。白棋必然要在这个地方补毛病。贴出来。这个地方。双方就算和平解决问题，先打一个，先把这四个子救回来，然后呢，再顶住，顶这个，等他这儿，白棋立下去，黑棋把他护住，这样的话基本上已经要活了，这棋形看着，这基本上活，因为这搬不过去，这有断是吧？对呀、他这有眼，这上面搭一下也有眼，已经活了，是啊。而且在这边他还可以弄个手筋出来给你翻吃一下，这样你就更连不上了。这妙手，你弄个妙手出来，然后打完了我挡到那儿去吃你。对，刚开始为什么不敢这么走？你虽然能吃，你能打他一段，这可能你吃了两个不一定有眼，或者是不舒畅，不见得活。对，干脆走到外边。白棋他是不是要进入他的黑棋的阵营啊？他现在这边有什么可走的吗？没什么，中间了吧，他走到这儿来了。飞这个。他
看一下黑棋这块，其实你得交代一下，你这块棋是怎么活的？现在可能这个白棋要冲击黑棋了。对，你黑棋，你这边都已经把我破成这样。就是啊，等于是基本功全被打光了。盯下去，然后顶一个白棋小尖。他把黑棋底下的眼呐、空呐，先给他全部。黑棋也很巧，也很巧，竟然这儿下一步要断你。那白棋得补断吗？啊。点了这个三三。考验。问你一下。这还有点麻，粘上这儿。接上。反威胁要打劫啊！这双方就接住了，补掉了。啊，补。他还是退了一下。这样呢，它多一个这个，虽然损了一点点，但是多了一手这个子，对攻击黑棋会有利一些啊。小尖，这块黑棋得赶紧处理了，再不处理这被人家一跳快死了啊。接上，对，这地方呢，团住，这个、双方是最强硬手，然后得赶紧逃回去吧，不逃回去不行。中间，然后他接了一下，就走。对，嗯，接了。小尖。对。长。黑棋挤住。在这儿。长。你正好，这个你靠不断是吧？靠冲走打。被打死了。打死了。对，真子不利，很讨厌。你这么去断，是不是不好断？他可以这么来断，他是不是从外面排斥啊？他可以跳是吧？啊，你挡住排斥啊？是这样。不知道。我也没看清楚。不太确定，是这样吗？我觉得排斥也挺好的，打完了回来断嘛，也行嘛。就排斥这个嘛。你实在不能提，你提了觉得有危险吗？提了有危险，你这样还得给你夹住，你这个断不了他。这个就蛮简明的啊。是的。所以他这样弄不动，他必须从这儿连根藏出来。哎呀，这地方也涉及了，也有争执，正好都对他不利，正好都争掉，刚刚好。所以白棋呢，他就断到这儿。嗯，他肯定不想让黑棋连回去，连回去就是气。哇，他接到这儿啊，断他接到这儿，那么刺他一下，这又想先偏一下，偏圆啊，然后再。是，他肯定想借助黑棋攻击他的时候啊，顺便把他底下的空都破了。嗯，他最好你很狼狈的逃回去，然后顺便把这两个子割下来。哎，对，这是很成功的一个下法啊。当然，这只是理想，是不是能达到是个问题。是，但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啊。他现在首先这两个子不敢跑了，跑的话他一打先打吃，接上他拐一拐。你看你挖不断，你延期也不行，他把你气紧住，你还是挖不断，这四颗肯定没法跟黑棋杀，对、所以他就这一打就实际上就被打死了，也很可怕。这两个子已经被打掉了，哎，都被打掉了，是让人很意外，就死掉了，确实有点意外，那反打，当然白棋收获肯定是有一点啊，但是这两个子被拔了你。活了都，活肯定活了，关键是他拔了以后呢，白棋怎么办？白棋还没活。对呀、白棋没活，这一般就一只眼，这是要白棋的命了。哦、这很可怕，现在白棋是不是还得马上做活了？做活。靠住，这是补活呢，哎、因为他有个几过。对，他先便宜一下。他先搬一下，交换一下。然后他已经补了，那黑棋是不是赶紧从中间怎么收一下这个问题？毕竟还是要补空的嘛。他下的没有生死问题，很保守、挡回来。实际上这个地方没有生死之忧，只不过就是他尖回去大，目数很大，先手有十几目，先手十几目，你做啊走，你做眼也没有先手，先手啊，还不见得先手。对。你不能随便扑进去，我这个不敢扑，扑进去他提了，估计你这劫不太好。那还不是，
绝对先手。他不见得是绝对先手，不过目数是挺巨大的。赌，他就团一个，然后白棋虎。白棋也可以考虑不理了。如果是那也行，如果这个不是绝先的话，因为你恰一打一弯就是眼，对，你一团还一坐也是眼，这个就除非你有劫财，不然是不能铺的。嗯，对。那么但是这个实际上是挺大的。嗯，是的。如果是这是活的，理论上应该还是把这个跳住啊，这个跳住，就他包住期间挡住，白棋飞下来，这个局大觉得。对，这还是看得很大，吃的太大了。嗯。他可能经过计算，他觉得这两个的目数，觉得还是那个大。哎，他挺也挺有意思了。先搬，桥，断，断，接上，走这儿。我很想看他这个地方他是怎么收的。他挺，他很简单，他反弃子，搬了接住，哎，反弃子。然后把这个冲死，啊，这个也是一大把的木数啊。嗯，对，他把这个冲掉。嗯，就，刚才这个白棋这个接必须得接是吧？你不接你就是你是想打到底下，是想打到底下的意思吗？嗯，对啊，我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呢？打到底下他这个很痛苦啊，打断以后。你看你这个这儿是不是全这个一藏出来不太对，先手看着这打了要挖是吧，这个先手把你这上面吃了，嗯，他还是可以吃，你就是对，我就想这个因为有个长嘛，这样断了就吃不了这一个子，是啊，这少搬就差多了，就少吃这十来目呗。嗯，那但是这个地方已经就是先损失也有接近十来目，对，也不太好。如果说我吃在这儿呢，也是这样，情况也差不多。再几打，我最多吃这一样，还他随便这么乖。哦，这样。哎，不对，这样是吃不着这下。吃不着这下啊，他就是次序得下好了。单这个。单断我就打吃，反正差不多，打吃我就接上。啊、还是一样。就这差一口气会好一点，可能。哟，那差差多了，跟这是不是有点关系啊？如果长的话，我可以几打在这儿。对对对对对。不对，几打在这儿好像依然有问题。几打完了他。啊，打完了接上这有个力啊啊，对对对，依然有些问题，是可能这长总是黑，如果说如果你不管是吃这个还是吃这个，人长总能长着、就是、打一下你缩回去，对，他退回来还是先走，最多就是挤完了他得补一个，反正他就补到这儿好一点、一口挖拔干净了，撑死了就到这儿嘛，就这样那就这已经被亏了点，还就不吃你，人家就跳过算了，或者是对这上面已经亏了所以这个白棋也挺纠结的，他是站在这儿实战啊，他被人家搬一个先手，这儿冲死了，说死的也很惨，嗯，这个死的这个巨大，这啊是像这样，这个白棋可能白棋是不是有点不妙啊？觉得应该是不妙，一直就不是很舒畅，我觉得一直好像就不妙，是吧？把这个吃掉，没有他煎了一下，嗯。立了，这先手。嗯，白棋没挤过吗？他冲、这个、冲了一下。嗯，挡住，打吃。哎，这个是收官。对。不过这个顶一个有眼嘛。对，他防止黑棋反冲了打，有可能是先手。挡住。团上。哦，团着、我以为他，我想他下什么了？接上，然后搬粘，赶紧。这个都没什么可保留，你要保留人家就搬粘了，那是成双仙了，对，双仙，双仙是最大的，太大了，搬粘这个，哦，他把该走的搬粘全都走掉了，粘一下黑棋虎大八了，不过打吃接上，这中间压出来没有？暂时还没有，一会儿就压了。他先走，先手、这个、啊，对对，那边先手出来。白棋还得在先提一手、是吧？没提，他直接作业。他挤了一下，接上，顶住，贴。
这都进入到不算太大的关子，这个算是最大的弄出去。是，这棋形势怎么样？您看您是现在肯定是黑棋好啊，肯定黑棋好，肯定黑棋好，黑棋一直下得很顺畅。好，那我们就看看他们的官子怎么收的吧。冲掉，然后把这个长出来，把吃接住，再压，再压。他把这个接住了，这是先手，白棋的全力，然后再搬一个，走后，挡住，他压他一下已经便宜了，否则被他拐一下，这个白棋的目数更大，是的，是的，这样以后一坚持成绝仙，现在不走的话，待会儿还有可能先虎过来，那这个提掉挡住，下成这样。然后白棋长一点，现在差距很大吗？差距这大概看到了一下，感觉还是有点大。70，黑棋有70目，白棋就60目。60目左右，那盘面十目已经基本不可动摇了，是吧？18，那70目，好一点，黑棋稍微还是好一点。黑棋稍好，可能差距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大，对，没有想象那么大。那职业棋手你不死大龙，不吃特别大的亏，还有的收啊。其实两三目的差距呢，对他们来说已经算比较大的了。可能大家觉得，这盘面十目这挺接近的但是这个作为主将这个位置，上次我们就说这个事儿，说这个主将啊，你不管怎么样，你坐在那里。总是比你站起来对这个队友的这个心理上啊支持会更大一些，因为他你毕竟是坐在那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嘛。形势好了，大家赶快解决问题；形势不好，要坚持战斗。对，就说不要轻易起来，就是签字认输。认输的话，对这个队伍的士气会有一些小的影响。没错，而且本来这个围甲的主将就是很重要的嘛。如果2-2的话，主将胜你就取得2分，主将负只有1分。所以一般我们说2-2平的时候，就说主将胜的那一方是胜了，一般都是这样报成绩的。好。看看这棋接下来，这儿关键是该黑棋下，现在还白棋长一个这打一下，急打，白棋提掉，再拐住，虽然这个棋也可以先考虑，先刺掉，但它拐也有好处，拐了以后。你要不走他打你，你要接他就把你断了，当然不可能连走2步啊。走这个理论上吃掉没什么吃亏，对吧？吃掉以后再拐，这是正常的一个次序。现在你走到这儿，那白棋肯定是虎到这儿，虎一个，对，在这虎的这个先手先，这至少有2目以上，2目打，击打，白棋接上，这个也很舒服，也很舒服啊，他接回去，下一步冲你也受不了。虎一个，接住，白棋接在这儿，那白棋这儿还多出2目棋，看来还挺细。再多出2目，但他再多出半目，多出1目，多出差不多，多出半目，再冲。有点细微的地方。但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看鼠目肯定是贴紧去，你这还长半目，对，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有一目以上了。有1目以上，然后关键是还刚开始该黑棋下是吧？是的。现在还接上，现在黑棋有什么地方还比较大的吗？
他没什么的，他把这个没团上哈，对，没挤这个，啊，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他团在这儿，哎，是团在那儿的是吧？对，团在这儿，他待会儿一挤，啊，一挤打，这又一幕撑起来了。嗯，这样看得清楚，反正就是吧，估计这棋是黑棋要赢一点的样子，而且很难搬得回来了，就是说已经，而且团这个对吧，嗯，他不团的黑棋要挤掉你一幕，这个也是，这个是一幕半，这个也是一幕半，嗯，因为这个你看还一恰恰掉这一幕，然后这儿有半幕啊，一幕半，这个也是他恰到这儿以后，黑棋少一幕，白棋多半幕，他单挤的这个，他没有挤这一下，其实目数差不多，因为挤这一下你这儿就少冲一下，对，冲一下，哦，一样，然后再贴在这儿，嗯，大腿没走，那，嗯，没有什么关子，已经都很小的小关子，啊，对对对，他打湿，啊，然后他就赶紧先冲掉你这一路他最希望你提掉然后他端掉，啊，这个就叫以专业术语来说叫捡了个大钱包当然是不可能发生的，几乎来说接上，啊，嗯，他现在没有接吗？哦，接了，应该接了，嗯，没什么关子，走这儿走这儿，对啊，就一两目的小关子，嗯，基本上是，哦，对，贴在这儿，七八四十二，二二十二，少三什么四十二四十三，四五四五六，顶打了一下，接上，六三，有三目多，接在这儿，这是吃的哈，这个是提的啊，六十四，提过一个，六十四。接上，立掉，三，还有七十三，白棋下的很清楚，啊，就把这个提掉就算了，对，也差不多也就那样了，对，马上然后把这个团住，嗯，基本已经定局了吧，这里有一幕把它挤掉，黑棋还有哪里，就一个单片结了吧，就是四五目棋，白棋，黑棋七十三，那怎么都是稳操胜券了。哦，啊，就算是七十五的，也至少有八目，盘面八目，至少有八目，对。我可能还打了一下单片结在这儿。啊，对，这个现在是黑棋提结。嗯，哎，然后这个结输了的话，那就是九目棋。是。嗯。他好像结没打赢，好像。白棋结没打赢。对呀，啊。哦，那怎么都这有结算，这儿这儿一，嗯，二三四五，你就一个两个，嗯，人家这儿有六个，啊，七个，啊，多了，这太多了，打不赢，直接打不赢，那就相当于盘面九目。我还没点错的话，因为盘九是吧？盘面九目左右，哎，啊，虽然说看起来是很微细的，好像最后。嗯，盘面九目的话也就是一目半，如果盘面八目的话是半目，嗯，但是实际上这个微弱的优势一直都不可动摇，嗯，白棋翻不过来这棋，嗯，啊，不是说有些棋好像杀得天昏地暗的，到最后可能双方这，嗯，一点点一目两目之间纠缠了半天才赢的，所以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还是白棋没有特别明显的能够看到优势的时候，嗯，哦，确实这样是啊，最终他可能也比较生气，直接目也没数，就是松盘认负了，黑棋松盘是吧？认输了，啊。他们还进行了一下，因为这个单片结与胜负无关，我们也就不给大家摆完了啊，嗯。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就是，执黑的崔哲翰呢战胜了执白的周瑞阳。我觉得对于西安曲江队来说，这个主将胜很重要，因为他们现在是陷于保级区。嗯，如果再不努力的话，很有可能就处于这跟广州广日一个倒数第一，一个倒数第二的那个位置。嗯，也为他们加油吧。对，好，那我们今天棋局呢，就为您讲解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